蔡徐坤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小鲜肉，同时也拥有漫画美少年般的正太形象，在《无限力医生》总决赛中获得最高票数，以 9% 的九人男团 C 位出道。在他看来，性感就是属于自己的风格，而且他也凭借着不俗的颜值和唱跳俱佳的能力，征服了很多少女的心。一年前，蔡徐坤事业陷入空白期，只能通过音乐创作来疏解压力的半红艺人。网综《无限力医生》的爆红，让他迅速成为新生代流量代名词，但爆红的云团也让外界始终对蔡徐坤虎视眈眈，越来越多的人将莫须有的诋毁指向于他。当我们再见到蔡徐坤时，在舆论中摸爬滚打的他已与节目中时萌时性感的大男孩有所不同。他说，曾跌落谷底的人从不期望流量和爆红能在自己身上发生，他拎得清所有热爱都是舞台和作品回馈给他的。我永远不会给自己太多的预设和目标，当别人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时，你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，去变得更好。